多谢哈。啊，今日看到这侪人真正真欢喜吼。啊，阮台南州吼，即摆嘛是拍拼吼，应该有十三个吼。等下等下请台南州人拢徛起来看一下。因为我拢感觉讲，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可以在这里吼，真的非常宝贵，非常宝贵吼。啊，大家呢？电影啊，大家消费品资料啊，拼打出来哈，每一个人都非常宝贝。那你讲，咱就是讲当心哦，必须是讲当心的哦。我们都是一家人，来大家大声讲出来。我们都是一家人。好，多谢。好。大家今天就破一个记录啦，不是讲人数的破记录。以前吼，台湾民政府吼，那个上海欢迎你的人吼，85岁，台中州的。台南州的，今仔日吼，阮台南州吼，一个86岁，甲车过来，请起来，邓夏先生，86岁吼，哦，请坐，86嘿，所以破纪录吼，所以即摆后摆吼，唱一句国歌吼，恁两个去听头啊，看一下听着，爱个唱一句国歌吼，因为吼，我来受训的时候，我有一个来参加的是咱的同事吼，足大个。啊，伊拄仔参别人在讲话吼，啊，人在介绍讲，哦，这吼，啊，这是什么人啊？啊，美国同事，Texas， 对美国 Texas 吼，啊，挑一位伊等下只参加培训3天的啦吼。啊，伊在讲，你讲我平时听吼，啊，我同咱听啊，啊，其他个甲问候一下吼。我就，哦，你天煞算啊！伊拉阿公，你知无？讲，我知，就是你，你就是那个脚掌大细，变那个何处长。是安怎我来变脚掌大细，变何处长吼？因为我一摆我甲你介绍的时候，我是医科医生啦，啊，少年做到老吼，啊，脚掌侪拢歪一边啦。啊，有一摆我甲你这细身躯吼，去陪着，啊，人都变到大地，啊，细变到细地。我问他想啊，职业病啦，啊，世人拢坐一边，蹲一边，啊，蹲了一边，啊，大边，啊，无咧蹲一边，就算那个细边的吼，啊，所以我一摆咧伫遮咧介绍，咧开玩笑咧讲介绍，结果吼，我咧讲笑的吼，对啦，这个有事拢改传到秘密国去啦。所以吼，咱今仔是直接所讲的吼，不管是讲爱较轻松的笑的，还是讲等下咱咧学唱歌吼。还是讲是人家多咧何瑞仁博士吼，哦，讲到面相足歹哦，迄白人生本面相足歹哦，迄目睭不只大尖哦，哎，来咧讲话啊，目白骨小尿一个哦，哦，看到拢足歹，每一句话拢传遍全世界。所以，伫这个咱的这个培训的中间哦，咱会当听真侪真重要的代。我伫电影，我咧甲台南州的朋友讲哦，我讲恁来找我，恁要了解代志。我是将迄个基本的论述讲予你听，哦，啊，但是你若来培训哦，你会当经验真济方面，哦，好多人，啊，迄个好多人老师甲你讲教讲，美国的美国精神，哦，迄只我就无在讲，台南我就无在讲，哦，啊，林博士会甲你讲上界性的进展是安怎，迄我嘛无在讲，啊，我伫电话啊，基本的我甲你讲，因为有一个东方面博士吼，发现迄个博士吼。下昼嘛吼，下昼伊来来，你就知影讲，哇，遐人个真厉害，哦，啊，佫有一个郑志才，迄个讲，计算机经过，第一摆用台湾吼，啊，之前遐去甲各位介绍，啊，即个电视台大家有熟悉无？大家拢包包讲熟悉。之前遐呾甲讲呢，讲就是伊啦，就是无够拍片，才害恁今仔只惨啦，啊，拍一个无死啦，所以伫即个培训营内底吼。真的有需要参加，你会当得到真济各方面无同款、医院甲一切甲详情吼。啊，我今仔来简单介绍了吼，台南州的比例啦。啊，讲比例实在是那个题目讲得太大吼，因为咱即摆讲要紧讲基本的结构，叫美国的要求，迄、那个基本的结构光找出来。啊，咱各位拢知影讲高雄州已经好势。啊，高雄州好势了后，伊阁正式开一个州的参议会，然后通过中央已经通过台湾公民权法案，因就会使高雄州宣布要申请台湾公民权证。
啊，所以阮台南真拍拼吼，真拍拼。啊，即摆大概介绍台南真大概经营啦吼。啊，伊啊，到我咧用个淘宝咧可以变哦，这顺序无十五十，我今仔先看下来。好，台南这比例大概啦吼，这个行政区的百分吼，啊，人口地理位置，总平方公里是5416吼，啊，占土地面积15.16%吼，啊，人口14.44%，总人口是340,000吼，啊，这个340,000吼，我要找咧一百几个人去打出来吼，真的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我一直咧讲，在座来到这人，每一个人都很宝贝吼，啊，以后台南州吼，伊个一市12郡，啊，佫有一个城，就咱来找一个城出来。因为咱咧要讲过去有关台湾历史，诶，真正值得纪念的物件，咱来甲留落来。哦，所以台南内底，其中有一个所在，伊名也叫做热泽兰城。大家知影啥物叫做热泽兰城无？咱知影讲有一个，纽西兰哦，伊是纽西兰的纽基兰。热泽兰城的热人家，哦，也是荷兰台南统一的时的行政区哈。所以当作一市12郡，啊，另外一个城吼，所以这个郡分管3郡、4郡、5郡吼，啊，这以后每一个郡都要去找一个郡守出来，就是咱咧讲的郡长啦吼。啊，但是因为咱即摆整个组织架构吼，我们还没有那个能力讲扩展到讲，好来，拢总好啊，好来，啊，即摆过来分到好势，吼，啊，每一个郡守都甲找出来吼。咱即摆力量还没有达到那里，但是以后会能做过来呢。啊，大概来个吼，大概才会听啦吼。咱是地方州吼，啊，拢是要去听吼。啊，听就是厅长啦。啊，当然，迄个讲啊，什么人要做厅长，啊，什么人要担任什么职位吼，要有一个基本相关一个考量吼。基本上的考量吼，比如讲，你有专业的背景，吼，还是讲即含有关的专业的经验的人。哦，大概做内阁会比较适当，我来念。哦，啊，这就是咱即摆大概啦吼，即拢个大概以后可能还有变动吼。台南即个内阁名单吼，大概已经出来吼，已经出来。啊，即个原民听讲即个吼，这是一个原住民的牧师，啊，伊有来参加过新春团拜，啊，但是要培训吼，一直咧找无时间吼，啊，我会鼓励伊尽量出席吼。好来，啊，过来。念起来，哦，啊，遮咱即摆欠一个高中兄长啦。啊，因为吼，我伫咱内阁内底，我咧找人吼，我啥物人无咧做高中兄长吼，我无经验咧，啊，做高中兄都没有好下场咧。所以咱即摆要找一个叫咯，啊，伊高中兄长做诶真足大吼，还不空个拢总会管着吼。啊，你一年来若讲做高中部长也好，高中啥物长也好。大概都叫每个半小时哦，所以那我们还衔接在这里哦。好，来过来，好，啊，这么酒的来过了，过来爱参议会哦。啊，参议会就是每一个乡镇当中爱一个代表。啊，所以咱这么无法度讲，这乡找一个，这地找一个，当中一个没有办，真的没有办法哦。所以咱是用那个中手，用那个中手做这么标准哦。迄、那个咱的贵老师吼，啊，伊有写小遐有几面互我吼。阮台南市吼人毋是足济吼，但是迄个总数拢做76个啦。我第二届啦，上吼，啊第二届吼，我即摆要找这76个吼，今仔找到安尼讲到拢熟吼。好，分官大概安尼吼，我来过来。好，嘉义官大概安尼吼，咱咱嘉义是二中的吼，啊，即安山乡，啊，你知影非常挂吼。啊，阿里山我有去找两个吼，等下我来讲，好来过来。好，啊，这是台南区啦，大台南区吼，啊，以后会分作四个区，然后这个热泽兰城，好来过来。好，
伊就大概吹出来，伊嘛肯答应啦。啊，伊年纪嘛较大，可能84岁吼。啊，伊的迄个台湾性足强的吼。啊，伊的查某囝是咧做台南市的市员，就是邱丽丽的爸爸啦。哦，所以阮咱即摆暂时啊，甲任命讲做，当然以后后摆台南关市、嘉义关市，啊，甲云林关市，还阁找三个，因吼，啊，即咱要未三星了，过来。好，啊，即就是拢总经过培训吼，啊，有诶要阁一定要来啊，但是临时阁讲无法度诶吼，我名拢有先来一份吼，所以啊，另外即个有一点两点吼，像即位个性诶，即位单身诶吼，即是已经培训啦。第一期就来培训吼，啊，但培训了吼，中央拢甲我引进在做中央的国策委员，啊，甲国务委员，所以即我暂时先来点起来，吼，以后因若讲有意愿要转来地方的话，吼，我们会尊重那个意愿吼，啊，来过来，哦，即摆这是第一个啊吼，啊，另外这个张晋洲吼，这个是一个足少年的吼，大学刚毕业，啊，非常优秀，啊，对人家去甲咱甲变甲蛮支持吼，啊，所以参我作协，啊，本来拢是家己，啊，但前两天官兵代表啦，啊，尾转来家己，我讲来演出来演出来，你吼少年的什么足重要，啊，伊嘛肯出来，啊，我嘛带来，啊，伊即摆代表吼，即摆暂时甲变去代表手机啦，啊，我想我要来参代表手机参详一下吼，讲啊，这个少年的吼，先转来阮台南手一下，讲啊，以后再带调转代迄个代表手嘛。哦，今天点的这吼，这即摆拢是重要吼，点这吼，啊，这两个，伊这两个无点的，感觉较新鲜吼。咱们做奥尔波雅古语吼，啊，奥尔波迄个莫杜语吼，奥尔波就是你诺尼亚，日本人的姓。爸爸是日本人，妈妈是周子的牧师啦，原住民的牧师啦。哦，我看到这两个足欢喜的啦。啊，阮即摆台湾吼，就是讲。伊台湾参日本还阁无迄个无法互切断个法律个关系，哦，啊，所以阮个中央内阁要请出大臣，哦，啊，这个上好，这两个上好，爸爸是日本人，妈妈是周族，讲起来应该就会，应该就会，啊，即摆是还阁在合中吼，啊，所以本来我咧想讲，个人来参加咱个正式个培训，但后来讲啊，还阁在合中，可能是要参加夏令营吼，所以这两位我先来点起来吼。啊！伫即个下一次的夏令营，啊，五万人来拢在来参，一旦来参加，两个都长得非常漂亮，一本的下下叫。所以哦，我是搁点到训练一下吼，后摆甲送来中央，我想是一旦担任重任吼。好来，过来，好，这拢总无问题吼。好来，过来，哦，啊，这嘛是，这位弟兄的吼，这是我那一个牧师。啊！伊要来，搞联络几下摆，啊！但是拢大学拢无去，所以这位了过要有培训过。啊！即个这是培训过啊，台南，啊！这是迄个龟山吼，啊！培训过，啊！但是即摆重要吼，过来，吼、哦，这嘛是啊，等，哦，这嘛是重要，这嘛重要，今天要未来培训，啊！今天长一下看就了哇，我所以我较紧一个拍字吼，长一下看就了哇，我看起来，哎呀，但是我即摆未。因为下一次一定会来，所以我明我先来这来到拍一个新星座记号吼。啊，真个咱迄个咱即摆来，比如讲看到讲哦，李先生啊，吴先生啊，直接来做了呀。哦，李坤慈先生，我边啊哦，这地方吼，邓夏先生咱介绍过啊，86岁，咱来上介绍好。好，啊戴永顺先生哦，是咱大学人才哦，即后摆来当过我发挥。啊，王静子小姐。哦，你若啥物课，啥物课吼，大概拢往咱日本时代左右啊，先伫迄个战前战后吼，所以高三我个同年纪，足侪拢做啥物课，啥物课，啊，颈椎应该做手术课啦吼。啊，搁要啥物啦？哦，杨文菊啊，杨乃菊，是嘞，我个拍名就是嘞，伊就是咱陆明兄的爸爸吼。好，即摆哦，还搁一个许最龙，有人到位未？我来介绍大家看一下，即我来咱个生力军吼，迄个永成的牛啊，所以咱即摆吼，真正有感觉讲吼，愈来乌头翁愈济。好来，过来，好来，请你搁点 next 一面图，好来，啊，搁你搁搁一下吼，你搁搁八转来，请你搁转来，好来，
所以吼、哦，阮实在真冤枉啦。诶，冤枉都无得讲啦，即摆咧脱口自由，咱就必须变掉啦。咱咧来个找三十个人出来，咱咧储备的这个所有的农产品来讲，咱已经有七十个啊。台南去变到即摆有将近一百个啊。吼、哦，啊一百个吼、哦，原来是我无咧背啊咧，背惯咱咧吼，变到即摆阮我会使小我来团购小我紧张一下吼。讲大家讲啥物，都爱要十个周周策委员，啊，这个连个十个，迄个周副委员，吼、哦，咱知影讲是中央有国策委员，吼、哦，啊有国务委员，啊，州嘛是周策委员，甲周迄个周副委员吼、哦，啊，我查实在是未了解，啊，周策委员是咧创啥？吼、哦，迄个周副委员到底是咧创啥？吼、哦，啊，我也是比你大解释啦，讲迄周副委员甲周策委员吼。哦普通时是无什么代志啦，吼，啊，但是各行各业吼，拢爱有一寡迄几乎是专家型的人才伫这个内底，吼，啊，若万一讲国家发生讲什么紧急事故、紧急要应变，需要这些人贡献你的心力的时阵吼，这些人都拢总爱出来，吼，啊，当然是普通时讲就有些啥物啊，当然咱爱练习啦吼，啊，但基本上迄是较常讲不管顾迄个性性质吼，管顾会不管顾吼，所以其实人嘛真重要。啊！你美国伊也做出来甲你讲啦，哦，讲啊，你当代个参议会议员啦，好势，啊，咱袂使挂刑事问责，哦，咱作病，到要过来，我哇，到时候我还要加一十个做。啊，但即摆吼，即摆我是咧想讲，咱七，比如讲只有七十个，即个只干咱两三个，迄个要未来培训几多嘛？有七十个人，啊，那七十个人靠一十个，意思就是讲，哦，我即内底搁选一十个做周策委、甲周副委咧。还有五十个，啊，五十个吼，咱的平均吼，七十来个除以二加一吼，后来美国那边讲听讲答应啦，讲无要紧，较平嘞，美国那边咧叫讲赶紧落起来，啊，好起来，上届就迄个咧通过台湾公民权利法案的迄个人数吼，爱一半加一个，哦，所以七十六除以二加一39个，他就过关了，啊，所以咱即摆讲迄个。即摆内底七十个内底，顶二十个出来做周策委，甲周副委，咱后壁佫差不多五十个，吼、哦、啊五十个，若准则讲即摆调来中央遮吼，准则讲啊，咱调来中央，我着去中央就好啊，我无要转来电话啦吼。咱拄啊剩四十个，四十个嘛三十八个加一个三十八个啊了，拍破一个。哦这帮人必须就好了，伊演到个我都叫大家拍我一下。好来，过来。哦，阿姐，即讲迄个富平替我整理吼，讲阿咱台湾安尼啦吼，啊，伊迄个台南市即个所在甲即个所在，阿咱有几条重要个溪啦吼，罗津溪、北港溪、高津溪、北江溪，迄个竹水溪吼、漳明溪、盐水溪，啊甲二仁溪，可能是台南较多个好谈吼。啊，所以你即个。即、这个对一般高龄吼，个保养还是讲疏通吼，还是讲迄个灌溉等等非常重要吼。所以后摆，即个所在大概较认真来重视下来过来。哦，啊，即就是咱常咧讲个乌山头水库，哦，啊，嘛人叫做三明潭水库吼，啊，而咱大家拢知影吼。那个三姑潭水库吼，是一个日本人啊来遮啊来为成为迄个地形，测量吼啊测量了后，甲决定讲遮会当做一个加南大圳，可以有一个新的灌溉系统，哦，原来江阮真大个土地，啊，无爱互种植个土地，长期无雨水个土地，看清场，拢总当透过加南水圳个设计吼，啊，迄、哦那个成为吼即、哦這个加南地区成为台湾的米仓吼。哦这人叫做八田仪，哦，这叫大家有写了哈。我们的总长度可是有台湾十三州，哦，啊，差不多比地球的半个，啊，所以这个金河省，这个温度哦，造成台湾一直到平安南方，啊，后来咱看到光照图来，好，好来，这个光照图哦，你来看下，那你讲的乌山头水库就是三湖潭水库哦，你看到只有三湖呢？袂拢成三个咧吼，咱顶回台南出来培训有两个少年，
这两个少年的吼，是大二大下，普华工程的今年拄啊毕业。啊，这两个少年拢查某，土木工程师吼。啊，迄阵去大二找我，是我咧甲讲吼，我以前发现伊无，哦，啊，即代伊一个，我唔知，我知知知，讲我普华工程的来滴，拢总介绍，教授拢来介绍。我但是你知影，伊来台湾的时，啊，开始在咧地头遐做水库。啊，后来来来加南，加南后山老家，从这个加南来住，伊的手下完成拢当中的完成，伊再来是几位无？伊是日本东京大学土木工程的，23岁毕业，24岁就来台湾啊。我讲哦，奇怪呢，日本的大学是安怎混的呢？啊，同阮四东的，啊，他日本大学毕业出来一当久，马上就我就为了这么大的工程。我讲啊，那印尼葡萄糖，两个拢伫遐，嘻嘻嘻，那我讲，印尼啊，咧当国语教啦，我讲，哈哈。所以话，咱知讲，其实咱咧，哎，大陆吼，严重跟实力脱节非常厉害，啊，尤其是迄个政治内咧改变吼，话咱个囡仔了足侪无必要的时间。我是相信讲吼，八年二年，伫当家电台咧读科学啊，印尼即时代吼，伊绝对教授拖咧伫抄啦。啊，无遐搞，毕业一单尔，再来这些，所以咱平均嘛讲，台湾的未来吼，啊，包括政治物件拢爱改变，当然包括迄个政府迄个教育体，咱大高中啦，迄个无路用物件，拢删落掉，吼，互咱的囡仔吼，啊，像咧非常贵的物件，阿妈上会当负担面非常重要嘛，过来，好，再来过来对方接待接待那个，好，过来。好来这帮今天 yes 过来这种叫什么过来阿里山的会先医药再改出来过来哦阿里山的好来过来都听你跑的多好过来好过来哦这里搞完准备做这哦因为那个那里刚才就会点哦州的地图日本时代做的地图，1820年哦，先生。我一定爱认真落去学电脑啦。哦，以后若讲要做些什么报告算吼，啊，我家己设计出来电脑，啊，再可以变哦。啊，你讲电脑，遐会较顺时哦。哦，这啦吼，你写个作者吼，这咱大概看就好过来。哦，这是日本时代的地图哦。从当时开始，我古早是台北县，另外即台湾县平湖中厅吼，啊台南县台南民政局区吼，即变了真大吼，过来，啊即就是1894年吼，哦这渐渐才变做台南厅起来遮，咱知即迄个咱的技术专家咧甲咱讲吼，讲日本人来台湾是。白的时阵，两个时阵，一个时阵是因为割让，因为马关条约割让取得西半部一个大部分土地。我啊，但是清朝的时候，透过中央，包括中央山脉，包括咱咧讲的后山关的依赖，迄当中伊毋是清朝的版图，清朝无资料将迄个所在挂号出来。而且后来这个部分啊，透过征服吼，所以割让取得啊，甲征服取得啊。后来再翻转，这个翻转进入台湾的比例，啊，所以因为这个中间说为了讲，哦，你开车，哦，我开这个，我电池足济，我，其实你管靠政府一定有关系，哦，啊，但是我讲的出来，我真心的认可，黑龙总是没有办法，哦，所以来讲比较国民党起来，那机关是架个卡车上出来，底下都扫到那个辛苦在。发生的吼，过来，哦，这是嘛习惯啦，1900年搁较早吼，这搁较早，一直拢有在听吼，来人听多啊，唔听，真得听，别个听了，只或者家己听，还是伊家己甲台人是真早个，发展清朝的时候，再看尾有啥物图来，哦，这嘛大概安尼啦吼，这比较详细来过来，好，1909过来，好。基本上1920年，1920年之间吼，
就是日本人最后一摆的行政化、行政化论啦。哦，所以伫迄个时阵吼，就是已经很成型啊。啊，就是接收台中州、台南州，嘿哦，做建厅、高雄州吼、台中厅、花莲东厅、台北州。啊，咱即摆台北州过来，来到遮台中州，过来台南州，过来高雄州，然后即个大片拢总是拢总是移动化工、化工。不仅叫做化工组，移化工组吼，咱即摆报起来吼，啊平哦，而且咱嘛是个手果在坐听吼，啊我来之前听讲，平哦都怎未来台中还是怎讲来阮台南，未来就好啊，感觉讲，哈哈哈哈哈，我知啊，哦啊咧就平平啊，就那规矩好，啊咧每个地方一支吼。你知道之前听他讲哦，你不要小看澎湖哦，你后摆成为最重要的海空军基地哦。哦，这个所在哦，你看这边哦，但是后摆这个所在有可能叫做装逼，英国啊，这个台湾军管可能会成为最重要的海空军基地。你这个村哦，啊，规个这个即马在争议的这个海域当中，而且啊，所以英国可能就是说台湾边。运输的建设甲全世界都要好。安尼，我先简单报告到遮吼。啊，因迄个今仔个宜兰州啦吼，伊我广东吼，个市场我听讲是迄个螺蛳粉来吼，啊，所以我从出个时间啊到来，你多谢大家。对，再见。有位，我们掌声鼓励，好，谢谢。来，我们接。